你可能不会这样，但是太晚回家，对不对？从太晚回家念这首诗，不是不是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坐的坐，坐着啊，打字啊，打电脑，滑鼠，对，滑鼠打电脑，看着荧幕很开心，很好笑，就我笑一下。这个我常做。那你会这样吗？还是你要这样？不会的。我会在荧幕前面那个笑，捧腹大笑。对，会笑。不错，你的动作表现很好，那很容易这样。尴尬，那个对对那个抽象的批驳。那校长还有那个我。胜利，对不对？快乐，表示我唱。我常常希望我自己能够让我过得更好。真睡觉哦，还没有。对不对？这是手语吧？啊，手语。没有，我是说他是真的是手语。当你们这四个同学每一个同学讲到能力里面，有没有哪些能力是对你的未来所发展是有助的？你要去想想你未来发展的那个 process， 就是你们四个同学所讲到那些未来要发展的能力，对你的未来他们的提供的他们自己的想法对你的有没有帮助？如果有帮助，什么地方会有帮助？如果没有帮助，理由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是潜能嘛，对不对？都是潜能，潜能不敢说在什么时候它会出来啊。所以你们四个同学去想一想，然后互相交换一下意见。我们只有三分钟啊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。有也是比较好，是有比较好的。对啊，可是他的比较，如果他要到欧美学习的话，也是需要。可是如果用看就好了，也可以激发理想。毕竟还是要了解语言比较好吧。也是啊，了解语言只是熟悉他们的那些艺术的东西。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可以透过就是跟当地人就是交谈，然后可以就是知道他们的话语想法。而且如果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，真的可以去欧洲，我应该也是希望可以去他们的一些艺术设计学院上课。对，所以语言应该也是很重要。赚钱。他不是要一点吗？要一点，对啊。那他有钱的话，没语言就挂了，还是就挂了。太有钱就可以接受，不太想要做事情之类的。也可能这样也是一个方法，可是我会希望就是自己的钱，就是完全就是自己的东西，就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如果那个创意受限的话，就是感觉就是太不自由了。就是想去皮卡丘。不很多艺术家都是死了之后还很出名。好像从古至今都是一样。对，说什么？那个在哪里啊？在北美馆。